设 AB 为两事件 ，A 的补集的几率是 0.4， A 交集 B 的几率是 0.2， A 连集 B 的几率是 0.9， 求 B 的补集的几率。那我们可以知道 A 的几率会等于1减掉 A 的补集的几率等于 0.6， 那 A 连集 B 的几率会等于 A 的几率加上 B 的几率减掉 A 交集 B 的几率，那把数字带进来，0.9等于0.6加 B 的几率减掉 A 交集 B 的几率是0.2，所以 B 的几率等于0.5。那 B 的补集的几率等于1减掉 B 的几率，所以等于0.5。